大半夜的看恐怖片，你不怕呀？当然不怕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谁信这些啊？真是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开灯睡，绝对不会越过这条线的。你睡上面吧。谢谢哦。其实，兄弟，收拾一下，那个房我租出去，是我一个人住吗？你不是整租钱给够了吗？怎么来了？不是，钱我可以给他。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心动了。以后进门见到小心。